三人来到流水线上班，几人都熟练地组装着机器。这时午餐时间到了，几人拿出餐盒，然后到了下午，三人都在认真干活。这时厂长柱子走了过来，递给小黑一封信件，打开看了一眼后失望地离开了岗位。接着柱子就带过来一台机器人，随后柱子又给了翠花一封，翠花看都没看就离开了。铁蛋一脸疑惑，这时又一台机器人走了过来，铁蛋看到两台机器人后更加勤奋了。就在这时，